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假日科学广场。今天虽然有台风来搅局哦，可是哇，盛况空前，坐得满满的。我先自我介绍哦，我是中央大学物理系朱启奇，也是这个假日科学广场的这个科普活动的主持人。我们能够进行这样子有意义然后有趣好玩的活动，特别要感谢国科会还有中央大学给我们的经费补助。所以呢，这个是一定要谢的啊，这叫金主。可是呢，更重要的，我自己私底下觉得哈，更重要的是这个活动可以办起来，其实是有两大工程。第一个就是各位的参与，第二个就是我们有非常优秀的讲师。那今天的讲师呢是北科大，北科大是以前在台北，就是我们念书那个年代是非常好，是第一志愿。他前身是台北工专嘛，后来改成台北等一下妈妈跟你讲哈，来，正式名字在这边，后来改成国立台北科技大学。那我们房老师呢，其实已经从学校里退休了。上过我的课或者是听我主持的朋友就知道，我常常说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老师他对某一个活动或者是某一件事到底有没有真的热情，就从他退休以后来看。如果他退休以后他还持续的在办各式各样的活动，然后教各式各样的对象，然后筹划各式各样的节目，研发各式各样的教具，那就代表他真的对教学或者是对科普推广这件事情是很有心，然后很用心持续的热情。那我们今天讲师方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师。但是房老师其实在我们假日科学广场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不晓得今天在座有没有哪一位之前房老师来过这几场你有参与到的，可不可以举个手？都没有吗？哇，好棒！有哎、欸，都新朋友啊，也有老朋友。所以我们今天是同学会咯。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新朋友。假日科学广场非常强调动手做，然后我们看到今天在座有很多是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你几岁？七岁。哦，对不起，误会你了，他们小于七岁。他们小于七岁的，你几岁？七岁。你大于七岁哦。我们不能为难这么小小的，他可能大于小的搞不懂。你几岁？五岁。哦，四岁多，快五岁，五岁很小，所以。朱老师只是要提醒哦，比较小的小朋友，七岁啊、四岁、五岁啊、六岁的这样的小朋友，甚至大一点的八九岁的小朋友，也非常需要爸爸妈妈、家长们协助他们做一些事情。所以参加完今天的活动，你们大概会发现这个两个结果，一个就吵架吵更凶啊，吵架通常就是兄弟姐妹然后在抢东西会吵架哈。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最常看到的是我们的亲子关系变得很好，然后你们会有共同的话题，然后有共同完成的一些事情，这样的过程其实很难的，所以我很感谢各位家长们，你们今天愿意花这样的时间来这边参加的活动。好，方老师今天准备的节目非常精彩，那我们就不按照那个传统的流程，一一的就是介绍啊，方老师有多么的这个伟大啊，丰功伟业哪些啊，这些网络上都看得到，只要上网去 Google 黄汉斌老师，大家就知道哇，什么都参加过了，很厉害的 CEO 的一对。一般的小朋友 的科学节目，然后更早参与国语日报的这种科学教室什么的，实在太多了，多到我就不知道怎么介绍，所以就把它写出来让大家去参考。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以这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房汉斌老师。好，大家午安。午安。真的台风天哈，各位还这么热情啊，这个这样的一种想法哈，就令我很敬佩。所以我跟各位说，大家你们好棒。谢谢。好，我们今天就既然叫做科学魔法特技秀，我们就来用几个科学魔术哈来看一看哈。等一下各位哈可以看到手上一个保特瓶，里面哈装了一些水。那我现在是要问各位哈。等一下我会请那个助教哥哥哈每一条桌子哈传一瓶下去，请各位帮我仔细观察一下
在这个宝特瓶里面，除了水跟这个玻璃瓶之外，它还有什么呢？这个等一下我。好，切过去。好。应该在桌上那个泡泡的吧？这个。桌上拿的，桌上那个在 P 就是吧？应该是。好的，那个最后一页。第三页，第三页没关系。好，各位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这个活动是这样的。等一下哈，我会请那个助教哈同学，然后把传阅屏到各位的前面啊，因为我们人很多，所以每一个人大概传不久，大概只有差不多五秒到十秒钟，就说在你面前晃一晃。来，请记得帮我仔细观察。在这个保特瓶里面哈，除了这个水保特瓶之外，里面你看到些什么？好，请问各位都了解了吗？很简单，时间不久啊，那没关系，因为人多，其实各位回家可以重复这个活动。那现在只是先让你去体验一下。好，请记得哈，不管有没有看到，都请跟这个助教说声谢谢。谢谢。请问可以做到吗？啊，说谢谢你啊啊！那我刚才说过，因为时间关系，说每一个人看的时间都很短，大概是五到十秒，他在放中间看一看，然后就还没有回答，就先放在脑里就可以了，好吧？那我们就请那个助教帮我做这个传阅动作吧。啊，他会传一个保特瓶在你面前，请各位哈去观察，不是看你的，是看他的哈，对对，看他的，好吧？请进来说谢谢。大概传过来大概是两分钟了哈，它每三四个就五分五到十秒钟左右哈，仔细看一看里面有什么呢？是看那个助教啊传给你的，不是你自己的啊。假设还够的话，还可以再传回去再看一次，当然可以讨论啊，也可以研究。哎，对，爸爸，大人也可以看，不是小朋友，大人也可以看的啊，大人也欢迎，好看一看啊。你也可以哈，大人跟小朋友，或者是你新认识的朋友，跟他聊聊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啊。好，应该都传过了吗？传过一定什么了？好，请问哪一台还没传完一次的？好，那快点啊，快点啊！好，我们再二十秒就请助教收回来了。不要忘记说谢谢，我刚刚说哈，谢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态度。好，那助教们把它收回来了，应该都看。好，先请各位给自己跟朋友掌声鼓下来。有没有小朋友告诉我哈？你刚刚传那个保特瓶里面有装水，然后请你告诉我，除了这个水跟保特瓶之外，你还看到什么？好的，这第一位哈，第二位哦，好，那等一下，大概没事找四位好了哈。这一位他很搞举手的，然后好，这边一位，那这边有大人一位，第四位，好了，先从这边开始哈。妈妈。好，我是妈妈。妈妈。好，开始啊！大家给他掌声鼓一下吧。四秒钟。我觉得哈，敢说话是一个很棒的态度，是吧？对错不重要，重要就是说出来就好了。啊，请你说了。有信心。哦，非常好，来，掌声鼓一下，有信心。嗯，那看到你刚才高分了哈。啊，等一下，我讲你哈。好，那换下面一位，看那个小妹妹。大声一点，没关系。有漂浮物是不是？悬浮。哦，悬浮物，来，掌声鼓一下吧。哇，很专业名词啊，悬浮物哈。啊，那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小朋友。那个好像同一个那个，就那个。来，请传麦克风。啊，就是最后那个哈，哎，最后的家长哈。来，掌声说，神奇宝宝那个。哇，掌声鼓一下吧哈。好，没关系，他讲一个叫做神奇宝宝，不过大家也不知道哈，没关系，我先讲。哎，这个家长说一下，那个你用大声讲了。是圆圆透明的东西。哇，来给这个
家长掌声鼓一下哈，他说一点哈，圆圆透出去，哇，这边哈，我这句话改写了，原来写什么视而不见，可是我发现视而有见了啊，请各位再次给自己掌声鼓一下吧。啊，看到悬浮，看到这个，该讲什么？谢谢哈，都不简单哈。啊，那看到了那个圆圆的啊，恭喜哈，更简单。看到那个还能够讲出名称叫水宝宝，最厉害的，来再给他们四个掌声鼓励吧哈。啊，我相信大部分人哈都跟我一样，第一次都跨国啊，看了空空的。大概有人说我看到他的手掌啊，看到指纹，这些都没关系，请记得哈，作为一个科学学习。勇于说话，勇于表达，我们从来都不在意对跟错，只在意哈，你敢不敢把你话讲出来就好了。好，当然我们会有参考答案，记得哦，我只说参考答案啊。换句话说，即便老师说的答案也不是标准答案，啊，他只是用他的表达方式来说一下哈。好，那我们就来哈把它倒出来看看里面到底什么呢啊？我们把它倒出来哈。好，我们现在哈可以看到那边刚刚不是有空的，对，切过来，这样再来，这再来可以看到，对，切需要大概两倍，哇，还太小，可以要切。好，各位可以看荧幕上哈，可以看到其实里面有东西的，它是一个圆圆的，看起来哈晶莹剔透，它的名称叫做水晶宝宝，来，掌声鼓掌吧。好，问题来了，为什么哈，在我手上能够清楚看到的这个水晶宝宝，放在这个水中哈，却看不到呢？这是我想问你们，倒过来。好，这边有杯水哈，或者是刚刚各位的保乐瓶，现在看起来几乎是什么都没有。对。我放下去也是没有。对。好，所以哈，这个叫做科学魔术，因为它跟科学有关。好，我要跟各位讲个常识。哦，好了，他要分享了。摇一摇就看得到了。哇，来掌声鼓一下吧。很好的一个概念啊、哦，各位哈，假设是大人，也有个理工科的概念话，很多信号只要变动就嘛就有机会。假设哈没有变动，叫做 DC 是不太发现的，所以变动就会有机会。好，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摇一摇就会出来。那也有人说哈，他也是等于摇了，他把它倒过来就看到了。好，所以观察事物不能再等待，要积极主动的去看，才会有机会看到啊，看到更多的细节。很多的科学家就因为他有这个观察力，他愿意哈看得更仔细，或者他有能力看得更仔细，所以他就比别人更多机会。就像牛顿一样，他会观察所有东西都往下掉，哎，奇怪，为什么这样呢？他大概假想可能有力量吧，他就会发现这个事实。所以做不是做魔术的哈，做科学做学习都一样，观察力是第一个要素。那观察哈，要有经验，要有勇气，要有胆识，对与错不重要，好，那么所以我要说明哈，这是因为水宝宝他本来是想的，我想这既然这么讲哈。和小朋友玩过了，当然记得这个是化学物质哈，不要拿来吃了，不要好好吃哈。就是说这是个花材，就是我们要种盆栽的时候，那个能够吸水，让我们的这个盆栽能够保持比较久啊，还有水啊，所以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颗粒，但是吸了大量水，所以它的成分大部分都是水。既然水的话，水跟水是同一物质，所以哈，它看起来是透明的。但是在手上呢，因为环境，因为各种光的折射反射，啊，它就会看到它的实体。好，所以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哈的一个哈，利用生活中的一个材料，然后变成一个科学的一个演示。那我会跟各位讲哈，要听懂，要看懂很简单，要做出来，要秀出去很难。等一下我会打一个活动更快哈。换句话说，我虽然是很厉害，我很懂，可是哈，我每次哈要跟别人表演的时候，发现那种好玩，没趣的啊。所以哈，所以各位要表演的时候，记得一定要选择一个良好时机。比如说哈，妈妈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啊，或者说哈，这个妈妈的妈妈来了，所以哈反正就是那个气氛很好的时候再表演啊，不要希望妈妈很忙的时候表演啊。他说那根本就不甩你了，所以各位记得表演要有时机，还要营造氛围啊，营造气氛的。好，
很好，所以这是一个，所以各位可以去花市啊买到这个水宝宝。不过哈，假设你要来做表演魔术花，要买透明的。假设哈，你是要来做这个花瓶啊，然后增加美观的话，要用彩色的。那彩色的话哈，你看到一个玻璃瓶，上面有几个绿色的花叶哈，下面有彩色的这个水宝宝，就好好看。我用彩色的。哦，你用嘛，对不对哈？所以我比较喜欢白色的，我不要彩色的，因为彩色的话不能变魔术啊，就看是这个地方哈。所以你看啊，所以原来哈，任何东西都有人要，了解吗？所以各位请不要小看自己，不管你如何，都有机会发光发热。啊，再加上啊，不管你现在怎么样哈，都有你的舞台，都有你的机会。我们今天会提供很多很好玩的活动哈。好，来请给第一个哈水宝宝的活动掌声一下吧。好，我们现在第二个哈，来让各位哈做一个这个活动哈，你就有机会亲自做一个这个叫做魔术卡。好，请各位看到我手上是不是有一个两卡片组成一个一个表演的魔术卡，看到吗？有。好，在这边哈有两条平行线。啊，这是松紧带的哈，啊，这边有一个交叉线，看到吗？有，看到哈。好，目前在这个这边哈有一个大吸管在这边哈，被它这个绑住。好，等一下请各位哈仔细观察，因为我刚才哈我本来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然后学而不思啊，不过我发现这边不是这样，视而都有见，而且还真知灼见，换句话说能够看到一些哈。我一说哈，我在别班了、很少有像这样这么厉害的人。所以哈，看到这边哈，我要重新评估一下。所以我现在视而有见，不是视而不见哈。好，那么现在哈，好，不管你刚刚有没有见哈，请记得我刚刚提到观察力很重要。好，我现在要变一个魔术，请各位仔细观察，它的变什么，好，怎么变，以及哈，怎么去做它的变法啊，大概就这哈。好，准备好了要 ，Are you ready？ OK 哈。啊，因为我不晓得这视角哈，啊，都看你们这边，看哪的哈，所以我不用这样再转上去了，这不用转了，太好了啊！来给朱老师哈，掌声鼓一下吧哈，这真的是好环境啊。过去我都在这样弄一弄的哈，这样弄一弄啊，而且哈，弄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作弊，那弄的时候作弊，啊，那就很正面就好了哈。好，开始啊，翻过来，来，掌声鼓一下吧。你看到什么？啊？我这个想要了哈，你看到是什么东西呢？那个吸管在那个交叉线的中间。哦，他说哈，这个吸管原本在这个平行在这边哈，现在跑过来了，对不对？啊，给他掌声鼓一下吧哈。我先讲一下哈，今天有举手说话的，大家都会礼物，不过我想哈，最后发，避免哈这个发挥太麻烦，啊，记得啊，这个礼物啊。啊，不要忘记哈，忘记送两个，不是，我说哈，自己等一下要记得，我有礼物哈。好，很好，这小朋友看到 what 就是这个大吸管哈，从水平的两条线转了一个方向跑进来。那我现在想问个问题哈，这个吸管是怎么变动的？譬如说哈，我提一下这样问好了哈。要投一片。不用，好，那哎，这个挺厉害的。好，那第一个是看到它的现象，吸管从水平跑到交叉。第二是哈，这个吸管这样变换的过程，它的关键是因为吸管跑过去呢，变动呢，还是说这个绳子哈它有变动，让它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各位稍微想个半分钟一下，先不要举手。啊，先想半分钟，因为哈，除了答案之外，可能要你说一段理由跟说法啊。换句话说，我们要来学会知识能够有根据性，而不是说只是一个答案的。就说我在变换过程中，到底是吸管哈就转过去呢，还是说哈这个绳子的变动让它哈这个吸管变位？当然你可以提出反方向正反对方。我怎么样把那个吸管把它控制住啊不动，或者把那个绳子粘住啊不动，这个证明的说法也可以啊。好，麻烦各位哈，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哈聊聊天一下。我希望各位哈能够哈透过所谓的团队的讨论跟分享啊，然后能够把答案提供出来，甚至还有一些说法啊，不是只有答案，还要有一些说法，有一些理由的。
听说你可以说我怎么做，我就可以支持我的答案，就这样意思啊。旁边有被连起来吗？哦，很好，那你可以跟你爸爸聊看，好不好啊？可以跟他讲一下的实现方法啊。就是我要跟各位啊，请记得跟你对面旁边的大人或家长啊，去跟他聊天啊。好，我们再一分钟，我们就来选边站，先选答案，然后再谈理由。啊，不用急着，我们要先选边的哈，谢谢你哈。好，请各位再一次给自己和家人和朋友掌声鼓下吧。看到各位哈，都很热情、很用心的哈，跟别人讨论。好，我现在来选边站，你比较喜欢哈，吸管在转动的举手。好，有一位哈，来一位哈，来给他掌声，两位鼓励一下吧。我通常很喜欢这个 only one only two， 就是唯一唯二的哈，答案对不对不重要，重要是他有看法，他有想法啊，所以哈，有时候我们都讲啊，好医生必对，难说啊，所以有时候哈，做科学就很有意思啊，往往大家都不认为怎么样的，就答案那边的啊，所以说当然我们不是这次哈，好，那认为哈，吸管不动，然后绳子在变动的举手，好了，掌声鼓下吧。好，我们最后先从哈那个 only two 哈来哈，那个小朋友在哪里？假设您可以请爸爸妈妈自言这样讲都没关系哈。您认为哈吸管动对不对？你有什么说法？它是用转的，因为你卡面拨到它就是转过去。哦，所以在拨的过程哈，吸管转过去对不对？来，掌声鼓下吧啊。好，那刚刚还有一位小朋友也是谈到吸管动的在哪里？我刚喊的对不对？你假设需要爸爸妈妈帮忙，也可以一起讲，没关系。对不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当别人说话之后听啊，听话是一个很棒的能力，是吧？啊，好，请说。因为板子的关系。因为板子的关系，可以再进一步说明一下板子什么关系？不错，不错了，好了，掌声鼓下吧，哈。好，那。两个同学哈，他们都支持吸管在动，那有很多人都支持是吸管不动。那我现在要问两个大的好了哈，假设你是支持吸管不动，你可不可以哈自己或者是刚才哈听到别人说法，我做什么简单的实验可以来支持说吸管果然不动，它也能够变魔术？那你要怎么去操作呢？了解意思吗？啊，就说假设你支持吸管不动嘛，对不对？那我用什么方法能够让吸管把它固定住之后？又还能证明它是可以变的，它代表说吸管果然不动，啊，我们没办法去正面去攻破，我们就用侧面反面来把它思考一下。好，那我刚才很多大人都是支持哈，请问您是支持吸管不动对不对？啊，不，你没意见。那你呢？你支持吸管动吗？好，那你可以告诉我，有没有一个简单方法证明吸管不动的一个做法？下面是吧？就是吸管不动，应该是继续留在耳这边、啊、你怎么知道？知道。因为吸管不动，所以它如果现在还留在这边的话，就吸管不动啊。这样的意思哈、啊，所以继续在这边就不动。那我把它放这边来，在这边。那吸管不动，所以才在治这边没错啊。哦，来，掌声鼓下吧哈。哎，这个大人哈。观察力好，他看到下面显示看吗？啊，他看到下面显示哈，这边是北科大黄老师，所以这个板子哈我用很多年了，所以请记得啊，要找到特征点的。所以他看到哈，我这边有显示啊，这个吸管哈，好像不管怎么弄下去都在字上面了，那不是一个很好办法啊，哇，了不起耶！来，再给大家掌声留下来啊。不过哈，我通常会这样的哈，这个字是我不小心写下去的，所以也没办法，我通常哈。啊，会鼓励大家哈，脑力激荡，啊，找到一个身边就有的东西来解决问题。像这样的一种概念哈，我在那个公司的解决博士网，啊，就做过很多那个蔡政府哈，在合作过很多这样活动。爸爸的生活智慧网也是一样，东森的啊，都是提出这样。好，那我会啊，就用这样用这个橡皮筋把它挡住。对，好了，这样哈，因为吸管被我橡皮筋扣住了。是不是就可以基本上就是跟着它不能动了，你绑住了、啊，好，所以我转过来依然是可以的，正常运作，所以这也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方法。所以哈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哈第一步要先知道答案的可能性，第二步呢可否哈去找到一个方法来支持你的答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等一下会有很多活动都需要有知识或者一种概念哈来支持答案，这样的活动哈就是有更多意义的，不只是好玩的啊。好，所以哈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吸管哈用胶带把它贴下去，可是会有问题是吧，会把我这边扣一个洞洞出来，一撕下去又洞一个，所以我变成哈这个把变成是大花链，所以我就没有这样贴，那是方法之一啊。好，所以我会觉得在场大人哈可以经常提供这种比较思考性的活动，让孩子哈去做脑力激荡。我会认为哈去鼓励孩子学会解决问题很重要，也许他方法会最好。好，我举个例来跟一个小故事哈。有一个小明哈非常喜欢做化学实验，啊，有一天哈他的爸爸哈买了两套，不，他妈妈的哈买了两套非常精致的那个衬衫啊，要送给他当做生日礼物。所以哈他爸爸很高兴，就把他放到艺术院去哦。好了，有一天哈，爸当然是上班去的。这小明哈突然要做那个实验哈，跟衣服有关系。他想到书里面哈有两个衣服对吧，就赶快把拿一件出来对吧，就快关完车，最后把上个洞，就坏事把那个洞了吧哈。啊，他就想，哇，这个麻烦大了哈。这个怎么去？爸爸回来怎么办呢？他最喜欢的哈。那他爸回来了，他说，爸爸，告诉你啊，我今天做实验哈，去研究的活动哈，而且发现一些新事物。可是哈，不小心把你的衬衫把它烧个洞。假设是他爸爸，你怎么讲？没关系啊，好爸爸。好，那所以哈。那小明就要想出各种方法来去跟他爸谈哈，那当然爸爸要冷静一下哈，来听一看这个洞是怎么产生的，那个洞哈会有些什么问题。所以我期待各位哈，当一个父母啊，当一个师长啊，当一个长辈啊，请在生气的时候稍微冷静一下，来听听看孩子在做什么事情。虽然说哈，其实我刚把我忘了补充一下，小明其实是后来有解决问题的，他说嘛，他就是去哈把另外。新的一件哈，把剪块下来，把鼓起来，他很高兴哎，他把那另外一件不新的哈，把剪一洞来补上去，哎，补好了，所以呢，两件都破掉了，两件都破洞了，啊，他在笑话。但是这个方法，小的小兵，年纪很小，其实是可以原谅。就像我孙子哈，现在哈才8个月，我每一次哈都说，哎，我必须把那东西把它收起来，他这个东西就把它拉下去倒下来，他很高兴。他就把那个我收玩具哈弄整箱哈倒下来，他想听到声音了，咚咚咚满地都是，他就很兴奋。啊，我始终都无法跟他说收玩具，他变成是倒玩具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喜欢声音的，喜欢那一种哈啊倒出来的感觉。所以请记得哦，每一个孩子在不同的年段有不同的一个啊他的学习或者说一个他的一个理论哈。好，那虽然这是一个变位魔术卡，其实哈你可以看到哈。它跟这个东西很类似，假设您有看过这种情况，就叫做魔术包。啊，这魔术包就是哈，你把钱放这边来，然后在机会的时候就把翻一翻，跑过来了。不过这魔术卡有一个缺点，大家看了吗？同色系，看吗？黑色跟黑色哈，好像效果不太好，所以机会了可以改良色系，然后去了去专利了。开玩笑了啊！我说，所以有时候哈，你去多看多玩，就会有机会啊。所以我们今天所有活动都没有标准答案，你还可以把它改善，然后又变成新的发表，对吧？啊，所以欢迎各位去把它创新，把它整合，把它连接哈。好，所以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它这个哈有四个的，它就会有更多变化了啊。四个的话可以从第一面到第二面到第三面到第四面，对吧？好，这样想起来哈，你就会对这个很有印象了。这个看过吗？是叫翻版，啊，翻版哈，像这个叫做最传统的啊，它就是看它的翻动作了。但是现在有一些有字的，有一些还有什么，包括这边有提首诗的是吧？啊，床前明月光，然后都转下去的，那就开始去变了啊，所以哈，它就会各种变化。好，那我之所以会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因为它们都是同样道理，了解吗？道理都是一样的。啊，只是他的做法不太一样，所以哈，我会觉得就像刚刚明度一样，他会观察自然界很多现象，然后用一个哈万有引力的概念哈，把它一起解释。所以各位也可以跟孩子哈慢慢的找到这个机会啊，去把事情哈能够推广出去，能够把它整合起来，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跟我们这个活动都有关，就在位向学，我叫 TOP 学，数学的概念在里面哈。啊，不过哈，我想哈，这个活动我们等一下每一个人都会亲自做一个，那但是我因为看到今天小朋友很可爱哈，都是的，年纪比较轻的，因此我们把这个活动哈放后面来做。啊，我们先来再看几个戏法之后，然后我们再回来努力做的是全力戏法做出来哈。好，这是第二个活动，就是魔术变换卡，来请各位给这个卡片掌声一下吧。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第三个了哈。第三个哈叫做科学可以当做特技哈来表演哈。假设各位曾经哈买过一本书，在武南出版社，是由科学教育馆啊来这个编的，里面就是我一些哈我的文章哈。好，那么是这样哈，我叫做餐桌魔术秀，换句话说，在吃饭时候，您可以找到很多的桌上的素材，就可以来变为一个非常好的魔术表演的道具。好，比如说桌上可能会有这些保特瓶，好，那我们来做一个保证哈。好，现在有谁借我100块钱？啊，100块钞票。等一下会变成120块，不开玩笑。不是就100块了吗？哦，对，我这边就100块啊，我写下他的，代表我没有错意哈。好，谢谢你哈，这个，那你可以在餐桌上哈找到两保乐瓶，再把100块放在中间。好，那就开始哈，向你所有的朋友哈、来宾哈来介绍一下，说说看。假设哈，有谁能够哈，把这个100块钱把它抽出来，这个保特瓶不倒的话，那么100块钱就送他。那假设没办法抽的话，就100元就送给我，就啊，就赌资啊，不是赌博啊，意思说啊，看看，哎，好像小朋友要表演哈，刚刚那几位，您要不要出来来试看吗？好，没关系哈，好，那你要表演啊。会不会把我识破啊？好了，没关系，来给他掌声鼓一下吧哈。我们来看他用什么方法哈，能够让这100块钱啊，把它抽出来，然后这个钱不断掉。哎，大家还不要做，谢谢你哈。记得先听哈。来，试看一下。不过先访问一下，等一下，请问您几岁？我5岁。5岁，哇，你了不起，大班哈，好，5岁哈。您过去看过这个活动吗？没有。没有啊？那你怎么这么有勇气？说没问题，对不对？好，那就给你2次机会哈，一次没关系，再一次哈。好了，大家再给他掌声鼓一下，5个小朋友，看他哈怎么去把这一个哈钱币抽出来之后，保特瓶还维持不动呢，或者是不倒下来呢？好，来看一看，说看，你怎么做呢？没关系，你要讲一讲，我做也可以。那你自己做也可以，还是请妈妈来帮忙也可以。你要先照相啊！来，你要怎么做？要不要做一下？啊，他有奖品是不是？你不知道怎么做啊？那妈妈知道吗？那边坐一下，来，妈妈跟他合作一下。好，妈妈跟合作好。啊，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妈妈啊。来，你可以考虑一下啊，还是要一起做没关系啊，还是妈妈做一次，你做一次。他马上先做好了哈。哦，摇一摇，摇一摇，有机会了。没关系，还有2次再试哈。啊。哇！掌声鼓一下了哈。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你啊。好，没错。这个是利用一个叫惯性的概念哈，来表演的魔术哈，他刚刚这样拉一拉也有机会，啊，不过哈，能够快速把它抽出来啊，这是一个更是善用科学概念的一个方法哈，那不过哈，他运气不错，因为这两个保特瓶是比较平的，所以有特写过，但是有时候这个保特瓶不是那么平的话哈，这个机会就成功率不高了，那不过。我常常跟别人说哈，当你哈做一个活动、做个戏法，碰到困难的时候，请给自己恭喜一下，机会来了。换句话说，假设是一个很简单、大家都会做东西，那会做很普通，也不会
激发你哈，去挑战的决心。就是因为哈，你做不好分出来，才想说那是怎么回事呢？我有没有其他方法哈，把解决问题的？就像我刚刚这个吸管一样，我假设哈，我用贴的会把我这个表面弄坏掉的话，那我有没有第二种方法不会让破坏方法呢？所以我用橡皮棒。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我可以逐步哈，所以那个生活智慧王给各位很多概念，不是最好答案，但是它是最方便答案。换句话说，你就当场利用生命用洗就把它解掉了，而且还是用知识，用哈。所以过去我们在读自然科，好像都是为了帮你考试考高分。其实自然科学哈，帮我们日常生活是很有帮助的。利用哈自然科学知识可以了解。生活中很多概念都用科学都可以把它做得很好，或者是了解清楚的。好，那我们就哈来看第二个方法哈。因为这个手拉不太稳，所以假设你拿了一个筷子或者汤匙来敲击，就快多了。所以当各位哈要是发现到你所选的保乐瓶它的瓶盖不是那么好的时候，请记得哈，你可以改善你的方法。哇，我看还是把它拉下好了，这样这样的怎么拉？我平常不太喜欢坐上面坐一下。不是，它是挂在我。啊，挂着哈，好，谢谢。好，那这个哈其实不太好，因为它太轻太短了，啊，但是对这个小困难没问题的哈。好，各位看看哈，这方法怎么样哈？来，给我掌声鼓一下吧。好，把这个哈快速敲击。对对，很简单。不过哈，再快点，搞不好就断掉了啊！就是前臂破掉了哈。所以其实它降价了，不用很快，除非你放四瓶的、五瓶的啊。所以越来越多瓶之后啊，包括重量变大了，但是它的那个危险度啊或者稳度也越来越脆弱，这时候就要更快速。反正就是该它的作用时间变短啊，意思就是说不要让它太长的抽拉时间了。那就会让它有机会清倒。好，那我们来看看你袋哈，我们来做的是这个啊。好，我们现在看一袋没有声音的。那这个谢谢你。请各位给引带里面的人掌声鼓下吧。我想哈，我通常哈在教学过程第一次放一个节目都不会有声音的，因为我想要来培养各位的视觉能力啊，就说你能够看到什么啊，然后能不能让自己的视觉哈经过很多的练习之后能够掌握到它的关键问题。好，那么那接下来我就来做实物表演，那你哈亲自看到这东西。好，等一下哈，各位请先不要做，我先做完之后就换大家做。好，所以哈，现在就先记得，刚刚是试要听啊，所以我现在会一面说话一面做，所以会有视觉跟听觉的讯息。好，等一下的操作，那就哈所以我听我忘记了，我看我记得了，我做我了解了。啊，所以哈，透过听看做，你能够把一个概念、把一个知识学得很牢靠。所以一定要记得哈，要有三个面向的能力在学东西，啊，不要光听，也不要光看，也不光要做哈。好，那请先看我这边现场表演哈。等一下，保乐瓶哈，第一关就是把正立啊，然后好这样放，你可以很容易哈，几乎每一个人，包括五岁的啊，都可以完成这个东西，只要你记得。快很准，啊，就是说拉得很快，啊，然后拉得很直很准，然后拉的声音哈很脆，那这样好像很近的看啊，看啊，一二三，啊，所以这样就出来了，啊，所以这是一瓶应该大部分人都 OK， 不过哈第二关哈就要挑战高点啊，就要一瓶倒立，啊，就倒过来，倒过来之后，各位有装两瓶水哈，不妨研究一下啊，水多比较容易成功，还是水少比较成功？啊，所以这个就比较，啊，没关系。我会认为哈，作为一个科学家，千万不要一两次就下结论，是吧？做个七八次，然后看它的平均值啊。好，没关系。我们现在先不下结论，我们先看哈。好，我现在是
第二关了啊，一边倒立，一二三，好，所以大概没有离不过，晃一下，代表什么意思呢？它的稳定度就没这么好了，因为什么？底面积小，所以各位假如看不倒翁的话，你就发现啊，不倒翁就是底面积很大，胖胖的，然后呢，它的大部分重量都放下方，所以叫做哈重量很低，重心很低，以及哈不倒翁通常比较重一点点，所以哈胖的人有福了，不太会被别人推倒，所以跟日本相扑哈就胖胖的啦。啊，胖胖的哈，就是重心啊，很扎实哈。像这个虽然不是不倒翁哈，它不倒翁，这是我孙子的玩具，所以哈，你看他哈，他就是这样摇晃啊，他都会啊，因为他的重心低啊，底面积这底面积不大哈，但是他就容易啊这个啊这样站立哈，所以他大概哈，那另外一种哈，是这个，各位哈，假设你有这个喝红酒习惯哈，你可以在这个。酒店看到这个装置艺术，这个哈，我蛮喜欢的哈，就是说，它只用小小的一个侧面，就可以把一个哈重重的一个红酒瓶，当然是最好装满了哈，其实装越满它越稳，啊，那这个空瓶子哈，反而会不太稳。那在这个哈，它其实还可以调它的重心位置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跟它有关的。其实我再做个连接好了，你看这个翻板哈，它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的重量超过底面积，它就翻下去，啊，这样翻下去，所以这个板子哈，当它往下翻的时候，它还不会掉，因为它还没超过底面积。等到它的这个直心和重心的垂直线超过底面积之后，它就倒下去了。所以是翻板的道理吧？好，所以同样的哈，这个东西虽然看起来都很小的，可是它整个重心哈，刚好在它的这个面积里面，它就不会倒下来。好，所以这叫做连结。啊，所以看似无关的事物，或者是看似好多种表演，它们其实是一个道理的，啊，所以这就是可以一起去连接哈。好，那我们现在哈就要来请各位哈来，啊，我想各位等一下一坐下去哈都叫不回来，所以我先把它哈讲好了，因为大家太这个热情哈，终于要叫各位回来都放不回。所以我现在哈，赶紧把它做完哈。好，当你一瓶哈。这里到底都完成个三五四，觉得哈，经验也有了，概念也有了，然后接下来哈，开始挑战两瓶好了哈，两瓶哈就会有四个主法啊，这个叫做第一瓶正立，第二瓶倒立，第一瓶正立，第二瓶正立，第一瓶哈倒立，第二瓶正立，啊，第一瓶正立倒立，第二瓶也倒立的，这四种了。好，我想哈，让各位来做一个小小的科学探索家，在一瓶正立倒立做完之后呢，请帮我去做一个科学探索，两个瓶子有四个组合，帮我放到下一页，这下一页，好，这边哈看到有第一关，哎，不是眼袋，我放这个投影片。好，对，各位看这个荧幕上哈，有四种哈不同的关的、啊，正立倒立啊，倒立正立，这个板就是倒立式，啊，然后各位哈，可不可以各做个两三次，然后帮我哈，你可以先预测一下哪一种结构最容易拉成功不倒，当然这边还有需要什么控制变音的、啊。不过我们今天哈就先不要那么严格哈，先就是做几次之后去感觉一下，但是要告诉我理由，就请大家讨论一下。好，那现在就请助教哈发给，应该是我希望是每人一张纸张了，好了，你可以跟家长合作哈。好，那就给各位五分钟去做，先熟悉一瓶正立倒立，之后呢再去研究两瓶的结构，啊，那四种结构里面。哪两种是比较容易的？哪两种是比较困难的？好，开始。站起来做成功率高的，所以假设您哈，不过就像后面的安全哈，不要太激动哈，
把后面的撞掉。记得我刚刚说哈，做实验不要那么快，要慢慢的做，然后他们要快而准。那个后面助教哈，帮我观察一下，某些的评审哈，因为他评价比较严，所以帮他协调一下，让他去支援一下。好，那你再做一次后就可以调到两瓶了。来，我告诉你的方法哈，看看你瓶子哈。好，好，来，你再来一次，好，两下，四十六分，七二三十，这个叫一样大小。有一些皮蛋可能不太平稳，煮一汤哈，跟前面的交换一下，你看一下。帮助别人家哈，或者做示范，这是我最欣赏的同学，哇，棒哈！所以你可以这样子看他的。那个，再帮我拿两瓶给我。这样了哈，你让人借我。借我啊，然后去叫他们，叫他们怎么样？叫他一下，叫他一下。他老师你做给他看一下。
提示一下，这个活动它需要很好的自己的空间，所以假设您在做的时候你试不成功的话，不妨站起来做，然后离开座位，这时候要注意一下安检好，不要后面的同学会不会被撞掉。这个是你的孩子，好，大家把你的还给你，好，还给你，给你，还让你的朋友还给你。始终都倒下来，你不管观察一下瓶盖，它可能是突出的。它这时候我鼓励两个事情，一个是瓶盖旁边的，大方的去分享啊，或者去交换一下，再放来吧。第二是哈，请那个互相表演，互相交换一下。对，假设的瓶盖哈比较不平，是切的，蛮错，所以用手掌切就可以了。你就会发现哈，因为手掌切它的话，它更快速，所以可以把特殊看瓶的这个。谢谢各位。
认真，非常努力，甚至非常的有爱心，去跟别人家换瓶子或帮忙。好，现在我来做一个三瓶的表演。我当然知道刚刚很多人都做成功过，不过哈，做成功过不代表说你就了解了，或者哈，不代表你能够挑战更高。所以哈，有必要在做了一段时候要思考一下。所以我刚刚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学而不思，所以要思考、要讨论。最好能够把一些你过去所学过的科学观念把它拿过来，利用科学观念的方式帮助你能够达到更高的挑战，就叫科学魔术。啊，它不是说靠那个什么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不是，它是靠科学来能够快速的学会一种特技表演。好，那我现在哈放三题，各位哈不妨观察一下，当我哈挑战三题以上，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个结构有一些特色特点？那个，在那个反对正正队长的那个书的背景。好，大家等一下，他讲了，好，各位麦克风传过去，我想大家听到哈。来，大家给他先掌声鼓掌吧。好，再讲一次，你发现什么特色？接起来的地方面积都一样。哦，非常好。他说相接的面积都一样，就是瓶盖对瓶盖，瓶对瓶盖，接起来面积都一样，非常好的观察。来，请给他掌声鼓一下。好，那还有什么特色呢？说看。哇，但麦克风在手就好。变小了。来，掌声鼓一下哈。是这样的哈，刚发现这个水哈越上面越少，就会让各位想到叠罗汉。叠罗汉的时候，胖胖的可以放最高，哇，那就麻烦大哈，压扁好会倒下。所以通常哈那个实际上重量哈小的会放上方对吧？啊，所以把重量大的放下方。好，所以说第二个哈发现，不过也错了哈。那我就觉得这个结构就符合了这两个很重要的特色。等一下我就讲它道理哈，就是结合数都是同类的东西，瓶盖对瓶盖，瓶对瓶底，不要小看这结合。这个结合其实是你刚才那个两瓶的对吧？经验值对吧？各位刚刚做两瓶的时候会发现哈，只要是两瓶头对头啊，尾对尾是最好的组合。其他两瓶哈就很不好啊，不稳定。这个请记得，这不是我跟你说，各位一定要做很多次才能够下结论，对吧？啊，所以你只要做过多次两瓶的，你就会发现这个现象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挑战一下三瓶，因为它的结构啊算是复合那一种瓶盖对瓶盖、瓶底对瓶底的结构。还有呢，刚刚他讲的好，水是越来越少，复合哈重心低啊，稳度大的概念哈。所以既然复合两倍概念，那成功几率就大一点了。不过哈，要把它弄成功，还是要快很准这个概念啊。所以这次哈，我就要谨慎一点，我要站成三七步啊。通常的时候我要脱衣服啊，现在今天没有脱，所以在看脱衣服哈，代表说我要慎重全力以赴啊。做东西就是这样，还有热情哈，不能啊什么来的，这样没效的。所以哈，什么事都要专注的。好了，请各位先给我掌声一下吧。我要说一下哈，科学魔术师很奇怪，常常失败。啊，那代表什么？科学是哈，失败是好事。所以我跟各位讲哈，其实哈，失败越多，恭喜你，离开成功越近了。因为你失败中可以得到很多经验，得到很多智慧，得到很多的能力。所以哈，请大家拥抱失败吧。啊，当然失败有时候会难过，可是假设你能够把失败当作一个机会。那你就会觉得失败会给你很多帮助哈，所以我会想办法挑战三次，啊，看看你们去成功哈。好了，所以我就站好三七步啦。然后哈，我通常会有一些动作，各位观察一下，啊，刚好可以看到哈，他会怎么做，啊，所以那各位可以去发现，啊，像我们这样经常做人，他怎么做会有些好处呢？好，一二三，掌声鼓一下吧哈。对。通常我都会拉对角，因为这个纸张哈，这样拉跟这样拉是干脆多了。所以我刚刚说所谓的快很准，快就是要拉很快，那准就是尽量拉水平的啊，或者说不要撬开来。那如果是你要说狠的，就是那个拉下声音，纸张是很脆的，大概可以看到哈，这个狠程度就是说拉起来很脆啊，所以哈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好，那我们现在哈。在各位三米之后，我再挑战四瓶看看好了。而且哈，我刚刚做一个特征哈，刚刚小哥看到我做七号，看到吗？一二三，记住啊，这是我最佳化组合。
虽然不是比较难，可是哈，我下一次再重复很快，所以你可以哈拿个游戏笔做记号，啊，那避免别人乱搞一通啊，所以这个呢有智慧的学习啊，不是哈靠运气的，不是说多做多练习，不是，现在其实很在意哈你练习有没有智慧，啊，一面做一面思考，所以哈学样思考啊，不要只是说啊苦功的，所以我常常说，我也跟那个类似那个什么以前叫什么李华堂的特技团做过分享，我说假设那些人哈，因为各位看到那个那些特技表演哈，有很多科学的，就七砖块都是科学，那个转那个盘子也是科学，所以假设他能够有一个科学概念，那他就不用练那么久，啊，他就会比较快速。以前是十年功，现在可能两个就可以了，了解吗？所以哈，科学学习啊，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了很多好事哈。好了，再来试哈，再放一下。那一个家长哈也会发现，这个瓶子哈不要放纸张在里面是吧？那它里面哈会拉很久才离开嘛，所以刚刚交互作用时间，所以哈刚开始哈为了要能够累积成功经验，可以把它放边边的哈。我刚刚说虽然是努力失败、拥抱失败，可是不能常常失败哦。所以成功也要啊，所以成功失败，不是说失败哈可以转念了啊，不是说失败就都失败哈，应该是失败也要有，成功也要有哈。我们看放过来第二个。第三个，好，就放第四个了。你看，我已经这样放的，好了啊，放四个了。哎，对对对哈，我现在又要来哈讲一讲哈，当这个东西越来越高的时候，因为它你说越来越不稳嘛，所以哈它的条件就更多了。好，我现在哈，啊，所以哈证明哈不太稳哈，因为我鼓在走的时候，那个地面会震动啊。好，这时候当你哈到四到五级的时候，除了刚刚那个结合处的问题之外哈，啊，还有水量变化之外，还有一个问题要特别注意嘛，要从各角度去看，从这边看看它直吗？从这边哈看看它够直线吗？好，当然希望是两个人观看都很直啊，是吧？代表说它的那个比较不会哈啊，等它稳度高一些。那我现在看一下这个形状，其实这边是歪的，看到吗？有点歪哈。那从这边看过去，应该是比较直的啊，那没办法了，没关系吧，反正三次嘛，对不对？我还有各种方法啊，就说有时候你发现怎么样？发现即便不是最佳状态，你可以改善其他的方法来把它什么，达到它有机会完成。所以我就用更快啊，更准方式哈，也可以有机会拉出来，但是不见得必成功就是，但是需要。掌声，那请各位给我掌声鼓下吧。好了，就要拉手了，衣服拉起来哈，折起来。好，那站好三七步。所以我刚刚说哈，你们在做那个实验的时候，假设你在桌上做，成功率不高，因为第一个你手脚不灵活了，所以各位一定要给自己空间自由。那当然，可是站起来的时候，后面要注意一下，大家兴奋把后面撞到哈，所以这个在做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哈。还有一个问题哈，有顺便讲一下，虽然是我编号一二三四，可是拉直之后倒下来不是的，变形吗？哎，所以要开始调整了。所以我们的姿势很可爱，就是经常要修正，所以从来没有姿势是可以用很久的，啊，都会经过不断的哈时间变化或者空间变化，就要做微调。好，所以哈这是一个很重要概念，就是说经常要做对东西哈要有一些弹性变化。好，我跟你说我有标是一二三，可是未必是一二三的组合，有时候就会变一三二啊，就是看瓶盖会不会有撞歪的，或撞斜的都有影响。好，就准备好了，可以摄影，不一定成功。好，一二三，好的。三，你还可以挑战五瓶六瓶七瓶。那目前哈，我们在演则有比赛规则项目哈，这是我设计的啊，最高是十二瓶。哦，刚刚在点酒对不对？还有雪瓶子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允许他哈，自选瓶子，自己装水，然后挑战这个观塘，然后看看谁是最有创意，谁最有知识应用的。好，现在再给各位三分钟，可以往高速跑啊，或者是等一下，假设高速你不想的话，就往创意跑，可以这样对吧？这创意这样，这样可以吧？反正哈，随便你啊，就是。就说不喜欢高就往创意吧，啊，就是摆方式，好，开始吧，开始吧，好。
下。你可以往高三平四平啊，大街上没比较没够五平啊，五平要合作。但是你也可以往上亿，大家说我不要堆高了，我想要堆不一样的模式。
是至少快成功了。请记得刚刚几个原则哈，科学魔术需要有一些方法，包括这个切魔术要同类型的的位置，瓶盖的瓶盖，瓶底的瓶底，但是越往上面的地方，水量越慢越少，全都让它的重心变稳。第二个是要注意各个角度看，它是不是尽量保持一个直线。非常鼓励各位哈，在旁边，假设有一些孩子他的父母在的话，请跟他一起合作，就把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一起来好那个。钱币或者是这样放在两瓶之间的方法啊，就是等一下的钱币也重要看一下，作为一个餐桌的表演。好，没关系，就敲一下啊，假设用手拉哈，有困难的话就用敲平板，但是请记得不要敲到桌子就好了。太好玩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在半分钟，一分钟就要换一个节目，就请各位哈，最后保护一分钟，好，各位就不要再飞了，就我们要挑战下一个活动。好，请大家给自己和朋友掌声鼓下来。好，各位坐下来了，家长请协助孩子朋友哈坐下来，把宝贝把它放下来，我们准备要做进行下面一个所谓的神秘魔球的活动，来请他放下来。好，同时我想哈，在到下面一个活动前哈，请各位哈看到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刚才各位可以看到的小朋友哈，非常专注，非常用心，非常投入，非常热情。我会觉得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小朋友大人，你只要对你的工作任务、你的家人投入热情、用心专注，您就是最美的、最帅的啊，当然最被敬佩的、非常感动的啊。好，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下面一个叫做神秘魔球，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个活动。好，我们先来看影带，也是一样没有声音，就请各位哈观察一下这影带在表现什么，之后呢我也会当场做跟示范，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听觉、视觉跟动觉哈，来让各位哈对这个活动印象深刻。下面一个就是这个往上了，因为刚一个往上，好的，这个好，我们就看一段很短的影带，没有声音的。好，请各位给这影带掌声鼓一下吧。好，我相信每一个人哈，刚才都看了一些东西，那因为我没有声音，所以哈，你可以看到这个表演者他拿出了一个同样颜色可是大小不一样的粘土球，因为它变魔术叫魔球。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当场看哈，这是大粘土、大魔球、小魔球。好，我们现在哈准备一杯水，所以各位哈也是一样，
你在家里哈练过几次之后，你就可以啊找个机会做表演。比如说下礼拜双十节，可能大家都要聚餐，好不？那就哈在这个聚餐之后呢，跟家人提出来，我今天啊我上礼拜刚学会一个魔术，我想要来表演给大家看。好，第一个要收门票。开玩笑，家长收门票的，这个味道哈，家长父母哈，就这个啊，免费表演。不过哈，当你表演的不错的时候，也许家长哈，哎，觉得我也想学一学啊，我想要这个哈，练会的魔术，然后以后他也可以跟同事表演。好，这时候可以收费了，收智慧财产权的，啊，因为这是你学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收很高的费用啊，一个人收1000块。对啊，这个收钱就乱讲了哈。倒是各位可以在学校有一些研优惠啊，或者说有一些反正各种哈家庭剧的时候可以做摊位表演啊，那就算不错的更好。好，我现在手上有个大小模型，同色的红色的，我要把它放到水中。这个小的当然看起来哈比较轻啊，这个比较重。那或者说比较质量比较大啊，或者说体积比较大比较小。好，我放在水中啊，请各位告诉我，你觉得他们会浮还是会沉？意思说，都会沉，都会浮，还是大的会浮，小的会沉，大的会沉，小的浮？好，请各位稍微想个半分钟吧。不过这次哈有点缺点了，你再跑出来了。好，杨姐哈，来，请各位看看。请各位先立下答案，我要把这个小毛球放进来吗？好，啊，有没有立？好，放高点，好像可以看到。好，小的粘土毛球放进去，嗯，拍着要哈，啊，沉下去的哈。那大毛球呢？变魔术当然是要精细的，所以答案不也可以啊？好，很好，来，掌声鼓励吧哈。哇，好奇怪耶。不是那个大的很重吗？怎么会大的会浮起来呢？小的会沉下去呢？好，那没关系，我们跟着哈来做一个哈，一样大的，啊，叫同大小的魔球，就大小一样哦。好，那我们现在把一起放下去，状况会怎么样呢？在中间。哦，在中间，有可能哈，不过那个是高难度的东西。好，那没关系，各位都想好了可能性吗？啊，不用讲啊，就放在脑海里就好了。等一下哈，结果出现一样拍手，不一样拍手就好了。接下来讨论为什么不一样就好了哈。好，两个球一起放啊，很好，一层一浮的，掌声不见了哈。好，那这个活动哈，当然是要让六个科学知识，就是一个东西到底会浮会沉，不是看体积，也不是看它的重量或质量。哦，你讲密度哈，密度现在在国小通常是不太提的，不过你还是蛮厉害的哈。我们只提出来哈，这东西这物质哈，它的质量跟体积的比值，啊，比如说哈，它是5公克，然后它是4立方公分，啊，那么除下来啊，那就是4×5就是0.8了哈，啊，就是这种情形，啊，那这个比值，啊，所以假设比值哈跟水比，那水是一的，啊，那只要比水一大哈，它就会沉在水中。只要比水哈，比较一小啊，它就会浮在水面上，啊，对，那是叫密度啊。不过那是国中之后才会教的哈。在国小哈，就知道一个决定东西会浮会沉是一个质量跟体积的比值就好了啊。那当然在国小可能会教你怎么量体积、量质量啊，弹簧秤或者用那个排水法，那这个是额外哈。好，那现在我会给你们任务啊，是什么任务呢？等一下哈，等一下那个好，那应该给我采访啊。好，没关系，我现在自己讲。等一下，每一个人哈都会从那个助教手中，拿到一个粘土一块啊，还有一个大保龄球跟小保龄球啊。那我想要请各位哈，自己想办法做出两个像这样4个1组的魔球，一个是大跟小，两个是一样。但是要大的会浮起来，还有两个一样的哈，其中一个浮起来，这个要学会吧？学会资源管理，什么资源管理呢？还要学会一点点哈，动脑筋，你到底这个大保龄球要变大的还是小的呢？
啊，所以各位要去配饰啊，记得哦，每人这一块哦，你不能把别人偷来啊，所以这样哈，好，我给各位五分钟哈，啊，请大人小朋友合作，每人做出一套啊，这个四个一组的魔球啊，然后等一下哈，我会给各位纸杯，然后各位可以装水，那个装的水倒去，然后做个测试，好，开始，然后请记得要说谢谢。这个密度大，高起来这边就是平均密度，啊，就比较哈，比较小，啊，所以差点忘记讲这个事情。还好大家都聪明哈，我不用讲他的动作。这里面哈，有一些就是要学会资源的啊分配，你那个连你想快，你要怎么去把它变成？可以做出四个球，然后用一个是大的会扶，还有一个两个里面一个会扶，一个小的跟一个中的会沉，那所以你要去分配粘土一下，而且还要把粘土包住哦，保证没有人看到，这秘密都都可以看到。要把保链烧了。就这样，等一下再发这个，讲一下，然后把那个魔球装起来。对，你要把粘土分配一下，你要做四个这一块，所以你不要一下全部把爆掉。这就是我要让各位除了学科学之外。你要学会资源的分配跟管理，放下刀，你乱包，人家都不够，一人一小块而已。但包括大人也有，这是大人可以，这我这边有100份，这大人也有，所以让大人也帮忙。那住宿大人可以帮忙，这多少人？有100人，总数多少人？好，那就他90了。啊，这样的话，我有100个，对不？啊，那就就搬，包括大人也搬。我有规定啊，只能搬粘土，不能搬粘土啊。你不能过去把霸凌拿过来搁在视野里啊，所以粘土是去需要一块，你要把它分配。这个活动啊，而且要让这个协会资源分配，所以你不要拿那个父亲、爸爸和家人拿过来，你要想办法一块粘土做出四个球，啊，一个大小魔球，一个是大魔球，啊，然后有两个会扶小球。也支持家长可以跟孩子共一做，啊，先做出一套，家长可以慢慢做，啊，那跟他一起研究，怎么样用一颗粘土来完成一个这样的任务。我要让孩子体验是如何透过一个资源的啊有限粘土的一个啊资源，然后做出啊最大可能性。所以假设这两个同大魔球不太大的话，你会发现不够粘土，了解吗？假设你两个同大魔球都是很大的话，你可能会粘土不够。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个小保龄球是做同大魔球的，大保龄球是做大魔球的，这样哈才有足够包住它，啊，否则会不够可以包住。所以这两套模型
从大的要用小的保龄球，然后那个大小的魔球，大的用大保龄球，这样才能够快速把密度拉到啊小一点。好，假设你做完了这一组魔球的话，就这样发给一个夹线袋，把装进去，把大家去测试一下。你有一个透明的塑胶杯，把你刚刚的那个保特瓶的水倒进去，然后就测试一下，看看哈能不能实现这个魔术的表演。可以的话，就请把装起来，这边有一套魔术套件。你可以让他学会资源的一个分配跟管理。至于说小朋友很小，能够关系好了。当然要把它球包得紧密一点，搓汤圆，把搓圆一点点，会好看一点。那我看到好的家长啊，主动能够协助其他人哈，让大家都能够完成一个事情，这是最好的。所以假设您在旁边刚好有人需要你帮忙的话，请赶快哈，伸出援手帮他拿下吧。那个助教，给我一套那个浮尘纸材料。同样是浮尘的另外一套非常常见的浮尘玩偶或者浮尘纸的一个科学的一个算是一个非常模仿的一个表演。我可以这么说，不这样，所以我们都会这样看到表演都会想收集。亲爱的，不要再比一个漂亮，长得小小的，不然不是很关键啊，这个还有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在两分钟我们就要往下做。假设你没有跟上，没关系，反正学习是下课做的开始。好，所以你大概知道做法，回家慢慢把它做得更精致，好，或者做得更多份就好了。啊，所以未必要在这个上分钟就把它做得很漂亮。那是时间问题，倒不是其他原因哈。好，请各位给自己和朋友掌声鼓下来。好，我们要利用这个所谓的密度的或者是质量和体积的比值概念哈，来做一个大家应该很熟悉的这个浮尘纸或者浮尘玩偶。那我的做法一向都比较简单，而且比较容易，我用的是吸管跟火焰针就可以了，做比较简单哈。好，那我们先看看哈，这是大家常看到用一个保特瓶装水，里面放一个用吸管跟火焰针做了一个浮尘纸，只要稍微用力压一下就下来了，然后慢慢放一下就上去了。那当然这边有些科学道理是压力力度的变化，那我们就暂时不提这个我们就暂时把它做完之后让孩子体验，然后去找到动机，然后去上网查就可以了。它叫浮尘纸或者是浮尘玩偶好，那么我再说一次但是不要小看它其实要把它做得很好不太容易。什么意思呢？因为今天的在场的小朋友都很可爱，都很小很小都有力量就没那么大，所以你要做一个蛮灵敏的浮尘纸才能够上下
换句话说，假设的浮尘纸的密度哈，跟水离开很远，比如说哈，你是0.8，水是1，好，然后那这样的话要使劲施展力量都下不去了，啊，所以你要把它慢慢调到什么，靠近它0.99或0.95，那这样的话，小朋友只要稍微用力一下，它就下来了。当然，这个浮尘纸哈会做成功，不只是这个密度问题，更跟瓶子有关系，啊，所以我想各位哈桌上会有各式各样的瓶子，那通常哪一种瓶子最适合做浮尘纸呢？就是一种所谓的什么叫做化学汽水，像那个沙士啊，或者像那个矿泉水瓶子，通常比较不适合，就是什么？啊，不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它那个叫做化学现象都有压力啊，所以哈，它不像保特瓶，它是直接装水，它没有压力哈，所以它有压力上面哈，不过所以它的材料都比较薄啊，或者比较没有办法这么操作啊，所以假设你在桌上的话，可以装一些像这种哈，属于装汽水罐头这种饮料的，或者沙士汽水的哈，反正就是这种有充气饮料对吧？啊，但是没关系，就是没有哈，就挑战一下也无所谓了。所以只是说你可以利用科学知识来哈帮助自己，让它的难度降低了。其实我刚刚说过，难度越高，机会越多嘛。所以没关系哈。所以但是你可以去观察自己跟旁边的比较，你也可以从中得到很珍贵的经验哈。好，那我现在来谈谈哈，先放眼袋看他怎么做。啊，所以也没有声音啊，那请各位看一下。好，请各位给这眼袋掌声鼓下吧哈。那我现在来现场做一下，刚刚是用眼睛下去有操作，也有声音啊，所以各位先不要做啊。等一下助教会发给每人一包这个浮尘纸的材料包啊。好，其中有一个吸管跟两个回纹针。好，首先哈，把吸管把它对折。你回去可以用那个可爱吸管的啊。那这下我用这个是可以对折的哈。然后呢，把这个回纹针哈。两只脚各插一个吸管，把它夹住，带提气。把回纹针的两只脚各插入一根吸管，让它被回纹针卡住，好，来这边夹住。好，接下来哈，把另外一个回纹针就把它套进去就好了，就变成是一个配重。你等一下，我夹它里面去，它推出来一点点。好了，就这样，很简单哈，再做一次。好，所以把吸管把它对折，对，啊，是固定的。好，等一下，等一下，对的，看不到。对，然后你。好，现在哈，我做一个细部动作，就是把回纹针哈，把它插进去。那回纹针不是有两只脚吗？啊，所以一边插一只脚。通常你会做久之后就知道长的对那个短的，了解吧？这样刚好可以配一下哈。那然后把它插进去，然后另外一边插进去，好，再把它推到里面去。之后呢，再把另外一个吸管哈，把它挂上去，啊，就是把它穿进去扣起来。这个就请爸爸帮孩子做吧。啊，这样，那就这样。好，那这个活动算是精致力，啊，而且要比刚刚活动要难一点点，所以我支持父母哈。做给孩子啊，让他去观察操作哈。好，那接下来哈，比较重要的是，做完这个东西要放到水中，你会发现
刚开始哈，它像鱼的那个浮标一样的钓鱼浮标哈，它会浮出很多，这代表它密度比水小太多了。所以那到底怎么样能知道它的密度比水很相近呢？就是慢慢把空气挤出来。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你在里面，我在压气泡，可以算一个气泡、两个、三个、四个、五六个。那么有没有标答？没有，因为吸管大小不一样，片都不一样，长的不一样，气泡都不一样。那到底怎么去辨别呢？很简单，就是你想办法让它气泡哈，把就是说让这个吸管几乎是没入水中，但是不沉下去。好，再讲一下这个观念了啊。这个吸管啊，气泡空气推的时候，它的状态是几乎要完全沉浸到沉没水中去，但露出一点点出来，露出的越少而不下沉，就是最好最高感知的浮原子。你可以拿出两个比较一下啊，但是我刚刚说过，因为这一班的小朋友都比较小，所以哈，你尽可能哈做很多事，万一在三个中没有完成，恭喜你，回家继续做是吧？啊，所以这没关系哈，所以这是材包带回去啊，回家慢慢调整。好，那万一呢？我说这都是这样哈，我现在马上做一次，然后看你再一样啊。我还没做完了，等会让我做完一下吧。我要现场做完，因为还有几个东西要再讲了。好，这还不太好，不过哈，再调一下。好了，现在哈，看这边，这幕很重要。我刚刚那一段说也特别哈，说只是我没有讲出声音出来。现在已经调到哈，在水面上一点点的，那我要把它转过保利的时候，为了避免它的移动中哈改变状况，所以我要小心翼翼的哈，甚至于把倾斜让它的挤载不到水就挡住，而不会把水量改变掉。所以我会很小心的哈，把它的拿到水平的，然后放过来慢慢滑下去，不要像丢青蛙一样丢下去，等下就通通跑起来了。所以务必在这个移转过程，这个还是一样非常的几乎是落入的哈。好，这时候还要把它盖紧，不要盖紧啊。没事哈，小朋友吸吸量好喷出来啊，所以像这个哈已经是太高了，所以要有大力量哈，把这样压下来啊。所以假设你能够调到几乎是没入水中的话，那大家就可以小朋友就可以操作多了。好，请各位开始做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做个两三个，然后把比较好的，然后帮小朋友放进去，让小朋友操作这个利用密度来做出一个非常好玩的浮绳子。这部分的话哈，我建议助教可以的话，看看哪一边先帮忙一下，看看哪一边哪一个小朋友，哪一个家长组合，需要帮忙啊。对，我还忘记，我一个铁丝当挂钩，万一它这个沉下去，可以把它绑吊起来，这还是它一个救命的那个吊钩哈。我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放在那个材料盆里，讲电话哈，大堂可以，那挂钩可以拿去哈。请记得挂钩最安全哈，不要吃到眼睛。精准精致的一个的活动，所以假设你没办法在上课中完成，请不要泄气啊，当作刚刚说是机会来了啊，回家只要掌握这个就是密度或者是
或者是吸管，几乎墨水灯就是它的关键话，你一定会在做七八个小时的工作。有一些孩子需要帮忙的话，请主动啊伸出援手，跟他合作啊，跟他一起帮忙。那个助教。水宝宝的饭粒，还有一个地面糖的饭粒，我要拿到回家会有来才要。还有那个袋子的饭粒，摔到带回去给你。你要用这个。铁丝把勾起来，帮他做挂钩哈，才把勾起来。然后发给他两个，一分三十。只要你做了够多事哈，一定会发现这个吸管哈，到底有没有几乎没入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对，还有一个袋子，到时候就是那个装那个那个红色的，到时候一包再包一样。对。恭喜你，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哈，你真的还可以调整一下啊，还可以把空气放掉一些，然后就变得容易。对，很多哈，到底用要什么？要脸红脖子粗，只要你能够发现问题哈，再把空气调整一些就可以了。因为空气太多，记住哈，离开手太远，所以你要用那个铁丝吧哈。挂钩把捞起来，重调一下。对，我想啊，做一包方便面，可以拿一个东西，包装。在最后，唱机会来，拜拜。那是假的。Thank you.
非常用心热情的哈，去做调整，去努力达成。啊，不过哈，没关系。我刚刚说这个活动本来就是今天需要更精致的的时间跟这个能力，所以假设还没完成，没关系。那接下来我们要先介绍下面一个最夯的一个科学魔术的套件。好，请各位哈来再掌声鼓下来。看这边啊，这个活动哈叫做魔戒，应该很多人都看过、玩过、做过。不过哈，就像刚刚说，看过不代表会，做过也代表会，玩过也代表会。要看过、玩过、做过之后，还要思考，甚至于把连结、把创新啊，甚至把变成一个科学的一个探索，才叫做真正的行家哈。好，那我们还是先表演一下哈。这个叫做魔戒，它的就是一个链条，一个环，那。做法就是这样，把这个链条放到这个环里面去，然后把这个环放下去，能够被套住就算成功，没套住也算成功，因为证明了科学会有重力自由落体哈，所以哈我通常做这种事情都是一样，成功只是一种状态，其实是任何状态都可以当做一种经验跟或者说一个历程哈。好，那请各位仔细看，然后等一下看看有谁能告诉我。不过我相信在座应该有人听过、做过或者是玩过那请记得不要答案不止一种，做法也不止一种那你就或者他你就看看我做法吧。好，准备了 ，Are you ready？ 好，那我们就把链条放在中间。把环放这边，好了，我准备了，等一下放下去，有时候它会被套住，我叫做成功表演，就算是这个环哈没有被套住掉下去，也算成功的演示，自由落体的地心引力的作用。你看我讲久之后，手对吧，就要换手呀，就麻掉，所以这个哈还不能够讲很久，所以魔术师聪明了不讲话，还是表演像我这样哈，又要表演又要讲话难度是高一点的好，开始了，一二三。哇，掌声鼓一下吧！果然哈，如我预测哈，就是这个环受到地心作用哈，它就下去了就没有被套住。还好，我通常给自己三次机会的，让他看第二次了哈。所以科学家哈，不要怕失败其实哈，我刚刚说，就像你刚刚的浮轮子，或者是魔球或者是刚刚拉那个保特瓶即使失败都不是坏事啊。但是假设你能够从上课中听到一些智慧，听到一些知识概念，回家慢慢做，终有一天你会变大师的，而且呢，您会姓姓什么？这里，他的名字在这里。对，不要大师是吧？对不对所以哈所以这样他就看他了所以就是要专注投入，要热情，要喜欢就好了再一次来，给我掌声鼓下吧。好啦不知道可不可以，反正就是挑战吧，来掌声鼓下吧。好，所以做科技魔术表演最好做一次失败也是成功的所以哈，那就没有压力，反正失败也是一次那么我相信因为时间不多了，我只好直接跟各位讲答案好了其实这个答案我倒是可以请各位去参考这本书，这是今年六月出版的物理双月刊然后里面有篇文章就谈到这个魔戒的我不只是谈它做法，更重视它背后能够演示什么科学，了解吗？包括它的自由落体，或者是这是数学的二项学都在里面。所以假设你想要对它有更多的延伸、更多理解的话，麻烦各位可以找到这本书，可以上网就可以了，它有电子档的好，那物理双月刊就今年六月份的，2013年六月号就可以了。好，那我在表演室顺便讲秘诀，讲我个人的秘诀，请记得它不是标准答案你也大可以自己创新答案，了解吗好，其实这个铁环要是没有翻转，它不会有机会被套住的，所以铁环一定要翻转。那问题是你又不能够刻意翻转那就变成是第一个太刻意往往失败，第二是太刻意那就不像魔术嘛，对不对？所以要让别人家看不太出来。那我的方法是这样我会习惯把中指放在下方，它当作一个挡板，只要我手一放把中指它就弹下来，就自动翻转。好，物理来了即便你知道这个道理，
可是你还做不出来，所以哈，很多时候练习还是需要的，而且哈，失败的次数也需要的。所以我常常问我学生说，请问你今天失败几次？两次，不，多失败一下是吧？啊，不是，是讲笑话哈。我说哈，假设你做很多事，失败跟成功的比例一定会越来越高了啊，所以就把失败当作成功必然的一个的过程好了哈。好，啊，所以记得我把中指放到下面，然后。其实你也会发现哈，又谈到交互作用，因为这个要逐步翻转，假设放下面放上面，哪一个比较有机会？所以就是放上面的哈，所以这就是我在文章谈的哈。所以有时候你要增加他的是吧？所以假设你是碰到的高中生，就是让他算一算那个是吧？自由落体的那个 S 的二分之一几率方法，算一看，看他多少个自然，就知道他怎么算的了。哎，这就变成一个。大学联考的题目了啊，假设这个是可以把它转变题的话哈，好，那我不谈这个了哈，啊，所以记得哈要放高一点点，然后哈啊，像我这样哈讲这么久哈，手一这样，赶快要把它甩一甩，因为已经拿掉了哈，所以那个失败哈不是你的问题，是吧？是很多东西要配合的，所以要表演不容易，那个气氛啊那一种哈那个状态都要在最佳化。啊，才会成功啊！所以表演不是随便啊，现在糊弄一下。好，再一次哈，好，刚才说还好，这荧幕上可以看到，你就不用到处转啊。好，那其实假设你能够掌握那几个秘诀，就像刚刚拉跑这里一样，成功机会很大的啊。当然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失败哈，还是吧的。好，那最后哈，因为谁快到了，对吧？我当然还有很多东西，但是今天不讲哈。那我会告诉各位，等一下你离开之后会有这些东西。等一下助教会发给每一个这个魔戒啊。那这里面有说明书，请记得哈，看说明书是一个训练。不过这说明书不一定很好，所以看不如做啊。所以看跟做合在一起了。还有哈，各位既然一起来嘛，就一起研究啊，更多的亲子互动哈。那另外哈，我会在每一个这个哈发给你一个这个刚刚变味剂的材料。啊，就是有一个珍珠板切好了，还有4条缎带，一长一短，短的哈是连接水平的。这样，啊，还有长的做斜线。好，欢迎各位回去做，欢迎各位示范。示范的话就发现哈，做这个要有些概念哈。那我先讲概念哈，第一个，这个哈。不管你是交叉来都无所谓的，就是这个在转的时候不要互相卡到线，所以要错一个位置啊。意思说这个水平线跟交叉线要离开一小段距离啊，不要转过来之后卡到啊，这就不好哈。还有哈，松紧要注意一下，以及哈这个哈那个这个距离要释放会比较好转。那我比较喜欢做创意，因为我想把这面壁就当翻板，所以我加了1块钱当配重。因为假设没有加1块钱，这个板子哈很轻，翻不下来。那你可以让小朋友加1块钱，10块、50块，看看重量如何影响它的灵敏度。好，那我们看哈。好，这样可以翻，这是翻板。那我是用这样配重方式。啊，所以你把背面哈贴一个，前面就变翻板，这样可以哈。那假设你也可以哈，把这个变成一个什么？比如说，假设你有一个你想要变成钱包，翻上去100块翻上去，一样可以转的。所以它一个就变三个功能，做翻板，做变位器，啊，对，我那一包里面还有一条，刚刚助教拿给我这一包，啊，对，这边还有一个毛梗当做那个中间那一个哈，2件珍珠板，一个毛梗，4条缎带，啊，然后各位就双胶，各位家去贴了哈，好，那这样的话，所以有一个这个，有这个，还有各位刚刚作品，不用都丢进去的，还有给一个。水晶宝宝，还有一个魔球，所以你应该有4、5个哈，可以回家去做科学魔术表演公司的，通通去。感谢各位各位非常认真的学习哈，那最重要的是感谢那个在后面好多非常热情的助教，请各位给助教掌声鼓励吧。那另外就是这个活动能够办理，当然是要感谢朱老师哈，长期哈非常努力、非常投入的这样的一个把它成绩化，可以请朱老师掌声鼓励吧。好，最后你给自己掌声鼓励吧。好，谢谢。感谢状给我们方老师，今天真的非常辛苦，2小时完全没有中断休息，来借大家的双手。
谢谢。